观察者网报道称，据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称，这标志着中荷关系的明显转变。2019年5月，荷兰半导体机器制造商阿斯麦申请对华出口许可正式被拒，美国驻荷兰大使事后回应时承认，是美国向荷兰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其出口。2021年初，荷兰议会通过罔顾事实的涉疆动议，导致中荷关系遭受挫折。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指出，荷兰政府和荷兰公司与中国的交往变得愈发复杂，并且中荷关系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某种程度的压力。中国驻荷兰大使谭健去年3月接受荷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荷兰议会蓄意污蔑抹黑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于建设性的对话，我们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干涉内政，我们坚决反对。我相信荷兰商界和荷兰民众的主流仍然希望中荷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希望议员不要为中荷关系发展设置障碍。